视频中一个螃蟹正在脱壳，相信很多人看到过这种视频，经常会被大家放在开头，反正第一感觉让人很惊讶，螃蟹竟会跟蛇一样蜕皮。螃蟹属软甲纲始祖目，是甲壳类动物，身体被硬壳保护着，靠鳃呼吸。它与虾、龙虾、寄居蟹是同类动物，螃蟹的外壳不能随着身体的长大而扩大，因此克服难题的方法就是脱壳。在脱壳之前，螃蟹先将硬壳中的碳酸钙吸收到体液中，当壳里长出一层柔软的皱褶后，旧壳儿裂开脱落，身体再将皱褶撑开成新壳，注入碳酸钙使其硬化。此时的螃蟹就是我们常说的软壳蟹。就拿河蟹来说，它一生中脱壳约18次。说到这里，有的朋友就要问，螃蟹一生中脱壳18次，为什么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散落的蟹壳？螃蟹在完成脱壳之后，要么会吃掉自己的壳补充一定的钙质，要么被自然分解了，或者被养殖户捞起来集中处理了。反正你没看到也很正常，因为你接触的少。咱们国家的螃蟹资源十分丰富，常见的螃蟹有河蟹、毛蟹、清水蟹、梭子蟹等。说到这里，估计有网友就馋了，如果遇到赶上脱壳期，吃它都不用剥壳了。